九章的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多伤感，他的真命天子哪里有人在告诉他的牛钱了，北京还是牛，他们要钱里寻到了一个活雷锋，活雷锋，我靠上上放个心上，我靠上上放上，我靠上上放个心上，我靠上上放上，时代转动的巨人没停过，他也跟着大家的脚步走，走过了北京到上海去广州，有了个手机还会上网络，穿着的衣服早就已经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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